會有校長嘅認為，辦學團體未必有足夠嘅資源，彌補不足嘅開支。彭博處報導。為咗配合09年推行高中三年制，教統局話中學每級最少要有3班。如果收生人數不足3班，可以考慮同其他中學合作，又或者接受教統局按學生人數嘅資助。繼續資助佢啦，因為佢已經收咗學生。 咁我哋覺得我哋係繼續繼續繼續投資咗，係好公道嘅事。至於佢完全冇問題，至於你話係咪陰乾佢咧，我唔會用呢個字眼。有校長唔同意政府嘅建議，認為將現時中學一級最多5班嘅標準改為4班。即係希望個主流嘅班級結構咧，就係以4班為準。咁樣樣，咁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學校方面咧，就喺嗰個。